们看这一题，他说 A 是这个数了 ，B 是这个数 ，C 是这个数，他要你比较这三个数的大小。好，那我们以那个300哈为中心呢、啊，300为中心，哦啊，这个的话哈、哦，这个可以看的话，看的是2乘3的，所以 A 平方加上2AB 加 B 平方，所以是297加3的平方，这是300的平方。啊，这是300的平方减4，啊，这是多少？这是300哈、哦，减1，啊，乘以300加1，这个是300的平方哈、哦，啊，减1啊，减1平方，所以哪个最大呢？这个最大，在这个，这个只有减1嘛，这减4，所以是 A 大于 C 大于1，所以这一题哈、哦，应该要选 D。